位家人好，我们令人期待的主日信息又来咯。我们7月10号晚上7点，还有7月11号早上10点，由我们奇文区长分享的你爱我吗？你牧养我的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小羊哦。当我们知道爱的源头在哪里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爱给身边的朋友吧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7月18号，我们特别邀请到蔡淳清董事长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太棒了！在这个疫情的时刻，我们特别邀请到他。那他这次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好信息呢？7月18号早上10点，你一定要来看哦，不见不散，准时收看。明天就是我们刘伟茂牧师的新施力研经班开课了哦，下午1点到3点，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，一定要准时上群组收看我们伟茂牧师的教学。那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想报名的话，现在今天还有时间，赶快立马报名。我们复兴祷告小组 RPG， 你是不是还没有跟上呢？你想不想要透过每一次的祷告，增加与神还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？那千万不能错过，来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！奉献不间断，恩宠永不断，转账不麻烦，习惯成自然。快拿出你的手机，透过我们的网络银行来进行转账哦。我们来一起来透过神来获得更多财富的扩张吧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次有12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线上一起受洗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看我们的受洗回顾影片。你说我属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虽然不在眼前，但是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圣灵，你能够做无往不透的工作，你没有任何的时间跟地点会拦阻你，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？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吗？相信。你现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并且愿意一生跟随主，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愿意。你愿意受死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吗？愿意。现在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下。阿门。阿门。宝血洗净污秽，将我生命赎回，言归参见，你已预备。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。感谢主。